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尤兴，刚刚又收到一个从淘宝买的一个相机配件，就是这里东西。OK，是拿来拍那个 time lapse 用的哈，它可以360度旋转，然后也可以调时间哈，比如说你要15分钟，你就调15分钟；要20分钟，你就调到20分钟哈。然后它时间到了，它就会响哈。然后，它底部呢，你就可以把它锁在那个三脚架上面，然后至于上面的螺丝，把你的相机锁在上面哈。重点呢是它非常非常的便宜哈，只有54块人民币哈，而且非常的小，然后容易带出去外面。它不是只是单单拿来拍照用哈，拍那个 time lapse 用。它其实呢也是可以拿来做那个计时器哈。比如说你现在要煮蛋，你需要5分钟，OK，你就调个5分钟，OK，然后时间到呢，它就响了哈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是非常值得的买哈，因为呢。一物二用，OK，非常的好用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拍出来的 time lapse 效果如何哈。